这云南经济太好了，云南怎么缺钱、啊？哎呀，我不知道。你说这最孬的花仔，你云南太穷了，光穷的省钱。哎呀，好着嘞。诸葛亮，诸葛亮。那好的，那个四百来块钱瓶，这个才四十来块钱瓶，你怎么倒吧？这一瓶多少钱？四十多块钱。这个四十，那个四百多。专门来赶集的是吧？专门来喝豆腐脑，就冲着他的这个豆腐脑来的。对。肉这么多哈。我一吃五块钱，你说这门门好的。对你光肉也得五六块钱的。他这个锅底多少钱？我买的，你怎么着？这个都是。哎呀。真馋人哈！有一个老年人，他要吃喝豆腐脑的，这是拎着七八个馒头。你这是买了几个馒头的呀？三块钱的，三块钱的啊！哎呀，吃馒头喝豆腐脑哈！哎，喝豆腐脑哦，喝豆腐脑。对呀、啊，今年有六十几了，七十多了，七十六了，七十六了。我跟你说，大娘，你这个豆腐脑，你卖八块也有人喝，对吧？对吧？卖八块有人喝。对。油贵了，没涨钱。哦，没涨价。肉贵贱都这个价格哈。对，来来来。怎样？豆腐脑好喝吗？好喝。好喝。经常来喝吗？好来喝。哦，经常来喝，老顾客了，看吧也是。哦，要豆腐脑再多加肉的。哎。这个你多加油的。这有多加肉的？哎，这个四块一碗的。四块一碗。哎，那个有的你是四块钱去。我去，这么多肉。啊，你这堆是四。真多，真多。哎呀，四块钱一碗，慢慢的肉哈。哎。这个诸葛亮是多少度的？三十九度的诸葛亮，这一个酒还是第一次见。这是弄了瓶酒。他拿来喝去啊、哦、带走带走喝去、哦、哎呀这边完成了好了八点钟这一桶卖完了、哎、第二桶开始、今天准备了三桶是吧哎啊但咱这一天光这个肉得多少斤哎呦得八十斤八十斤肉、嗯哎呀！大爷自己盛汤。哎，你这是喝豆腐脑吃的煎饼。哎，这是什么面的煎饼？玉米呀，玉米和小米。玉米和小米。哎、哦，有六十几了。七十多。七十几啊？七十一了。七十一了。你这七十多了，你这个辣椒吃的还不少嘞，哈。能吃辣椒哈。今年有六十几了，月子了，七十啊！哎，哎呀，你这是倒了一杯酒？哎，早晨的话喝这么几杯？喝杯，一杯酒啊？像这种酒能喝多少？最多时候能喝一斤，喝一斤酒。哦，年轻的时候，你要是啤酒和这个白酒掺着喝呢？掺着喝不行，掺着喝就不行了。哎、也就是说不能掺酒。你要是喝这一杯酒的话，你耽误吃饭吗？还？耽不了，不耽误吃饭，不耽误干活。哎，你这是每天都喝吗？哎，每天都喝，哎、每天早晨都喝。哎、一天几顿酒？三顿，三顿酒、哎。你家里的小孩们也给你买酒喝不？头年买的，这不给买了。这一杯酒多少钱？一块钱。一块钱一杯，一块钱一杯的酒，五块钱一碗的豆腐脑。哎呀。这一顿饭六块钱，六块不多。哎呀，喝的啤酒这是，
一盘炒菜，一瓶啤酒。哎呀，那生活挺不错的哈。